最后两位试现一次，看后面的大机器，中间的大机器 ，Hello。你左手边的大机器，中式对啊 ，Hello。右边，看看你右手边的大机器 ，Hello。Uniqlo's Cow Sesame Street 联名系列发表会圆满成功，谢谢，谢谢。Thank you。刚开始选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想选那件，选那件，选那件，就还好我们品味一致。是这样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冬天真的大家都太习惯把自己穿得比较暗一点。对。但是我觉得冬天反而你要用另外的方向来思考，穿得亮一点，你才比较容易在人群里面突出。对，而且可以招桃花。对吧？对不对？太好了，这个真的蛮桃花。我不脱了。那。刚刚小鬼帮你选了一件，那你要选一件给小鬼呢？好，其实呢，我刚刚想要呼应一下多层次穿搭这件事。哎呦，我喜欢。所以第一个我想要拿的是这个背心。哎呦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男生穿背心啊，我都觉得很帅，因为有一种很休闲，然后很像露营的感觉。就穿上了 ，OK。你不等我、啊。拿一下你的，拿一下，拿一下，待会还有另外一件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你左手边的相机。来，左手边，左手边，看看你的右手边，看看你的中间。那另外一件是哪一件啊？麦克风在这里。另外一件是哪一件呢？然后第二件，我想就是想要用一个同色系。来帮他做穿搭，同色系对，虽然是同色系，但是它其实蓝色的色系也是不一样。这个好像很流行哈。对，而且我想要呼应一下，因为这一次就是 COS 跟芝麻街的联名，然后它的那个头是 Elmo， 然后身上呢，我就希望是 Elmo 跟 Cookie Monster 的联名。我们两位来合照一下，收一下你的麦克风，我们两位来合照一下，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，哇，整个穿上去完全不同的。感觉 Cookie Monster 跟 Elmo crossover 在小北的身上，带着桃花的身体，穿着他的新的夹克，看看中间，左手边，右手边，还有谁没有拍到呢？还有没有？这边，这边，左前方跟枣红色。我们先谢谢两位，到后台先脱下衣服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这边请，谢谢。马上欢迎三位。再看看你的右手边。我是希达。我是苹果。耶。三位可以说说你今天穿的衣服是什么吗？先从一来开始好了。Elmo。你穿的是 Elmo， 喜欢 Elmo 吗？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它很可爱。那就够了，一来。那你穿什么？我穿全部的。他说全部都全家福在我身上了，太棒了。那苹果呢？我不知道。是叉叉，待会小伟哥哥跟你分享一下为什么是叉叉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礼物要送给三位，但是这个礼物，待会你拿你自己礼物的时候啊，你要告诉大家穿叉叉跟你一样是苹果，苹果希达 ，Elmo 帽子是希达。希达，希达是妹妹。接下来呢，每位可以选一个玩偶，找什么、啊？他们已经完全被这个玩偶。在找什么、啊？好，你喜欢哪一只？哪一个玩偶？你喜欢？在找什么、啊？那个希达，你喜欢哪一只？你是不是在找红色的？啊，在里面。大家都想要 Elmo。哇，小心！那我们来问一下好了，那个苹果，苹果，为什么你选 Elmo？ 为什么？红色。那问一下依莱，为什么你喜欢 Elmo？因为他可爱，他可爱，简洁有力。那新达呢？为什么是大鸟？喜欢黄色，所以小朋友都是用颜色来区分。那两位大朋友呢？因为
因为我很喜欢吃，所以我要选 Cookie Monster。为什么喜欢吃？因为 Cookie Monster 也很喜欢吃啊，所以看他吃我就觉得很幸福。而且你的眼睛跟他一样很大。那小鬼呢？那我选经纪人。我选这只，因为他跟我经纪人长得很像。那丹尼斯选这只，因为他跟 Dennis 的经纪人长得也很像。那我们来拍照好不好？好，来这里我们收一下新那个大大的箱子。那让 Dennis 跟苹果跟你换一个娃娃玩好不好？暂时的哦 ，OK。我们来拍个合照，收一下两位手上的麦 ，Thank you， 谢谢，谢谢。我们以全家福的 pose 来跟大家拍一个合照。全家福的 pose， 这张照片拍完之后开始，先从嘉音部长的电子媒体联访，然后是明星的电子媒体联访。看看我们中间的照相机，好，你明眼脑子再想一下下个 pose， 然后看看你的左手边，左边左下，左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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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看你的右手边。那你教一下三位小朋友一个新 pose 好不好？他说要抱着 Elmo。你要跟我牵手吗？好，他跟我牵手。那牵手，小雨跟苹果牵手，一起看看中间的相机哦。左边。在拍照的同时，我们看看，在拍照的同时 ，Uniqlo Sesame Street House 联名秋冬发表会圆满成功，谢谢，谢谢五位，谢谢。从你的左手边稍微的休息一下，马上就是我们的电子媒体联访。无法读。OK。努力。声音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位置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。OK。分享一下今天穿的运动新的 UT 的感觉，好吗？好，很开心可以穿到这一次三方的联名，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欢他们，然后这一次这三方联名的冲击对我来说也非常的大，所以可以首先率先的先穿到，真的很开心。嗯，没有问题啊。哦，换我，当然这是第一个，当然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 Uniqlo 的粉丝，然后我自己也非常喜欢 UT 一直以来的联名，然后这一次呢，因为我其实真的就是芝麻街教出来的学员，所以对我来说有另外一个很深刻的感觉。哦，你真的有上过？对啊，而且我的英文名字真的是芝麻街老师帮我取的。哦，真的哦，叫什么 ？Annie。对，所以好适合叫 Annie。对，就挺你啊，挺你。对，所以就可以拥有这些服饰跟可以把这个玩偶带回家，因为以前要他们的玩偶是你考试要有三个100分，他才可以给你一个，所以这次一次拥有就觉得好开心哦，好开心，真的。你这次是剪了短发，是，以前都没有这样的造型。对，其实这算是我近期五六年来第一次剪这么短。为什么会想要突然剪一个短发？就觉得头发身外之物啊，然后想剪就剪，反正因为我觉得现在戏也刚杀青，然后可以尝试一下不同的造型。这一次推出的联名是不是搭配起来可以甜美也可以潮流？其实我觉得真的是，我觉得就看你下半身怎么搭配，因为像我自己就非常喜欢休闲式的穿搭，然后像帽T我觉得就可以让你既可以女性又既可以男性率性，因为像我自己也很喜欢买男生尺寸的，我觉得如果当买大一号、大两号，其实你就可以慵懒风的感觉，完全不一样。的确。刚逛了一圈，有就是
什么是一定要买的单品？我觉得那几只娃娃也是一定要买啊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抢疯吧，我在想。那明天好像才开限量，对，限量，而且明天才开始嘛。对。那除此之外，我身上的 T 恤，还有锦鲤身上的帽 T， 然后还有很多，其实有很多不同款式，都应该要就是入手，因为我觉得真的这次都是限量的，然后如果一被扫空就真的没了，所以大家要赶快。所以刚刚有说到自己也是会排队买一些东西，最长排多久？5个小时吧。自己排还是？我一个人，对，一个人，然后去2天1夜，因为我回来还要工作，所以说在那个时间才开卖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2天1夜去把那件事情搞定，再回来拍，继续拍戏这样子。所以其实蛮疯狂的，小时候。鬼哥买过最贵的是多少？那个玩具多少？我不方便跟你说，因为我爸都会看我的那个报道。你可以说嘛，我们再帮你消一下。最好是啊。其实对我来说，他们的价值都是后来越来越往上乘的，因为其实。因为除了炒卖之外，我不想我重点不是说这个，我说的是回忆，还有对当下你买的时候的很多很多的东西，就夹杂在那个玩具里面，所以说其实那个后来的价值会越来越高。那有真的也有破20、破30的都有。哔哔哔哔哔哔哔。我是说后来的炒卖啊。对。其实我觉得对美的事物总是很难以抵挡啊，但是尽量让自己心如止水，所以你就买镜子，尽量就一直看，一直看自己这样。所以，现在就是《种菜女神》现正热播中嘛，然后11月30日《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》全台也要首映了，所以从现在开始到12月年底，应该会比较把工作着重在宣传的部分，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去年到今年一直在努力的事情，也希望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努力的成果。那鬼哥要不要讲一下最近的工作？我最近都出外景，加入综艺玩很大之后，每天都非常的忙碌，然后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，然后除此之外，我也开始在准备我的新专辑。哇哦！对，然后年底的时候，也许会拍一部戏，但是现在还在瞧时间，所以说跟时间赛跑。谢谢。歌迷等蛮久的，专辑部分可以大概透露一下时间。本来是今年12月之前一定要发，但是后来真的没有办法，所以可能会在过年前发吧。对，过年前，也就是1、2月的时候。所以月底会去参加贾秋的婚礼吗？修杰楷吗？他的婚礼我一定要参加。对，所以有打算包多少？这个价钱讲到钱就伤感情。对你提醒我，对，要包红包哈，要包红包哈。他好像不会屑这种东西。我意思是说，他可能会要现金比较实际。然后，以你们的交情要多少才可以？我们的交情，这个事情哦，我想一下你再好好想一下。可不可以不要在这边回答？在这边回答，如果讲一个太帅气，好像就一定要包这个数字。八开头吧，对，八开头吧，对。800、8000、8万都是八，都可以。对对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最后一张最欢乐的照片啦，谢谢。